就是所造的三界论。然后昨天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唯德界德界的方法和以德界疏忽的方法当中呢，唯德界德界的这个唯德界德界方法呢，就是已经讲完了。然后以德界疏忽方法当中呢，就是前面我们这个，从科判里面呢讲的话是这个严禁恶行罪啊，严禁恶行戒吧，就是这个呢。从这个龙门菩萨的观点和然后这个无著菩萨的观点，他们讲的这个根本堕罪和智分堕罪，从两个方面来，已经这个昨天以上已经讲了，然后，这个学处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在这个学院这个求学的人呢，我想是都是已经这个发了菩提心的，就是没有发菩提心的，还是这个。继续发敲正信的，有些呢就根本不发信的，就这种现象呢，我想只在这个学院当中真正这个文法的修行人当中是没有的。既然没有的话呢，我们这个发了这个心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数次这种菩提心，这个数次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呢，菩萨戒呢，就是还是这个很难数，就是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传记来看的话呢，他在这个别戒陀戒当中呢，从来没有犯过戒，然后那个大乘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呢，就是也犯了，就是一两次，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密僧戒的时候呢，就是犯的特别多，这说明呢，就是这个大乘菩萨戒呢，就是还是比较这个难以这个数次，但是呢。大乘菩萨戒呢，就是有个这个优点，就是也就是说是比较这个好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个犯了以后呢，如果有正知正念的人来讲，自己在这个佛像面前也可以数，三知识面前也可以数，甚至呢就是在那个自己这个观相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在他面前也是可以数的，所以呢就是天天那个数次菩萨戒，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因此希望呢。大家这个常识如意宝也是每天的是我们这个念诵这个发心的仪轨，以后呢如果自己不在这个学院当中，然后呢就是还是不管是在这个哪一个城镇里面或者寺院当中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乡村的话呢，自己犯了那个菩萨戒的时候呢，这一点肯定这个能发现的，就是发现了以后呢，就是尽量的这个自己念诵仪轨，就是在这个佛像面前就是马上这个念诵仪轨，自己呢就是跟其他人就是不相同的，自己呢已经这个受过菩萨戒的人，受过菩萨戒的人呢，永远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有生之年当中呢，就是最好是不要这个释毁这个菩萨戒。我们临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菩萨戒在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呢，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有次讲过，就是如果菩提心这个在自相续当中这个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他就保证就是不堕恶趣，就是当时呢就是让这个很多的智者们呢就是与这个上师辩论，那辩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上师的这个观点呢，所有的这个堪布和大智者们呢，就是都这个赞同，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按那个菩萨戒或者是这个菩提心相续的，就相续当中具足菩提心的这个众生呢，不会堕入恶趣，就是这个呢，按理来说是我们以前那个讲如菩萨行论第一品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以这个菩提心的功
功德吧，就是菩提心的功德呢，讲过。法王如意宝以前呢，就是也是降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也是就是他说过，我以前就是抱证的这个，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还是是有证有据的。然后啊、也这样讲过。因此呢，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说了菩萨戒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不犯这个菩萨戒呢，就是可能很困难的。就尤其是我们这个道友，就是道友之间就是生嗔恨心呢、啊，生狡诈心呢、啊，啊、就是个或者呢，就是甚至这个可能就是大金刚道友的这种这个。现象也是有的，就是这个其实那个对这个道友呢，就是如果以这个恶性呢，就是这个嗔恨性呢，就是互相慢慢当当，就是这些呢，就是罪过相当大的，就是毗拉耶经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校正吧，就是有这样的校正的说是我们这个定力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这个身体覆盖的这个地下，就是来自金刚大地之间所有的微尘，就是有多少微尘的话呢，将来就是以这个定力的功德，就是能获得就是这么多的这个专轮王的这个功德，就是专轮王的这种这个王位，就是获得这个暂时呢，就是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然后这个其他的弟子问那个佛陀，那么这样的这个善根呢，以什么样的方法才这个回经呢，就是才这个会还呢？当时这个佛陀回答就是说，如果对这个法友呢，就是以这个嗔恨心满满的话呢，就是这个功德呢，就是才这个会还的，就是其他的这个一些恶行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比如说恶业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坏，就是以这个道友，就是他们这个贤宗当中的话呢，并没有这个提什么金刚道友，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道友吧，就是对这个法友呢，就是如果以这个嗔恨心来就是满满，或者是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坏就是这种这个过失，而且坏这种这个功德，就是我们这个校正前面的部分呢，以前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前行的什么呢，就是前行的这个定力，就是将这个定力功德的时候呢，就是也可能应用过，但是后面就是说是这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恶业，就是再坏呢，就是这个对法有就是生嗔恨心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以嗔恨心呢，就是互相那个谩骂的话呢，就是也这个坏就是，所以呢平时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希望呢，就是应该就是我昨天就是做这样的这个无著菩萨的供养一样，我们从小的是有这样的居身善根呢，确实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困难。但是很多金刚道友呢，就是做完了以后，就是自己对这个金刚道友生嗔恨心以后，然后呢就是特别这个后悔，特别后悔的话呢，一方面呢就是自己也应该值得这个好好的忏悔，然后呢就是有些本来呢就是人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一生气嗔恨的时候，自己呢就是好像那个喝酒以后就是套醉了一样，就是自己呢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就变成什么样的，这种情况呢也很多这个金刚道友都是有的，所以呢就首先呢就是一般来说是这个，如果自己这个性格非常不好的话呢，就是还是那个跟这个其他人这个稍借助也是可以的。一般来说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借助众生，就是必须要借助，但是最初学者的时候还自己行为呢一点也是没有堪能跳伏的时候呢，还是那个有时候呢就是稍微这个隐蔽一点，这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此希望这个前面吧，就是前面呢就是我们已经讲了那个这个虚空藏这个经当中这个所讲到的18条罪或者是14条这个多罪呢，就是也已经这个讲了。然后菩萨地论里面就是所讲的这个菩萨地论里面就是所讲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4种罪吧，就是4种这个多罪，就是也已经这个讲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这个先那个数字菩萨戒的时候，自己观察就是自己能不能这个这18条、14条或者是这个4条全部能不能数字。如果不能数字，比如说你觉得你是这个重根在不能这个数字逆根者的这个戒条，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心里面不能发愿，我这个不属，就是不能这样这个发愿，就是但是心里面应该像我现在暂时呢，就是只有只能这个数这4条，就只能这数这4条，然后这4条数好了以后。后呢，以后逐渐的再数这个14条，就是心里面这样想，然后出现呢，就是自己这个前面的这个中根则所述的这个4条，就这一点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观察。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修行人当中呢，就是
传统是什么样呢？比如说这个比丘戒和那个萨米戒啊，就这些呢，就是戒条也是一般而言的话呢，很多人都是重视啊，就是四根本戒是哪些哪些，然后这个四根本戒的话呢，哪些这个犯了没有，就是然后这个上师也经常这个要求这个过问，然后自己也是看我这边时刻是不是我这个犯盗戒了，是不是我这个犯什么戒了，就是自己呢就是会这个观察的。但是菩萨戒方面和弥正戒，弥正戒稍微好一点，很多人呢就是说是十四条根本戒、五条大幻王当中的戒律啊，这方面就是稍微哪个好一点。但是菩萨戒的话呢，就根本没有人这个过问，就是啊，到底你犯了菩萨戒没有？就别人也不问，然后自己也是不会这个观察自己相续，到底我犯了这个菩萨戒的根本戒没有啊？就这方面就是根本从来这个没有这个观察，再加上呢，自己也是没有那个就是这个传统没有一个习惯呢，就是我是不是这个犯了这个菩萨的根本戒啊？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不管是藏传佛教、韩传佛教，很多这个大乘这个佛教徒当中的话呢，就是没有这种这个传统，就是以后的话呢，就是能不能就是还是从这个佛教的这个疏解，也就是从恢复方面的话呢，就是还是有一点这个差别，就是确实这个别解脱戒犯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不是那么这个简单，就是不能就是你光是念一个仪轨啊，就是马上就是获得啊，就是没有这么简单。然后见到很多这个像萨米戒啊，就是比丘戒啊。比丘尼戒这些呢，就是不管是回戒的时候也好，修行受戒的时候呢，就是全部依靠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僧人来就是做这个仪式的。菩萨戒呢，就是这个不同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犯了以后呢，就是可以恢复，恢复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要这个其他很多人这个出面，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话呢，就是害怕这个别人知道，别人知道的话呢，就是说自己都不好意思有这种感觉。因此菩萨戒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比较简单，就是可能很多人呢就是认为是啊，这个他肯定这个犯完了以后肯定会恢复的。就是可能就是这没有什么大，就是可能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就是犯菩萨戒的过患呢，就是我这个远远的已经超越了这个犯这个别解脱戒的根本这个罪业、他乘罪业。所以这个呢，从这个一宿果的这个角度来讲，一宿果的轻重来讲的话呢，这是有关那个那佛经里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些呢，我在这里，因为这个三经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前面的别解脱经也是讲的不是很广的。如果真正要这个毗那耶经全部要讲的话呢，这个别解脱经呢，只把重要的一些问题呢，就讲得清楚。然后这个菩萨戒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他这个广大的这个学处的讲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这里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讲，因此他这个犯戒的这个过失啊，就是宿戒的功德，宿戒的功德也是远远的已经超过了这个别解脱戒，然后犯戒的过患呢，就是也远远的超过。这个别解脱戒，这些呢就是你们这个方便的时候还是要看看那个学记论和学记什么这个禁忌论，然后呢就如菩萨心论当中的这些这个戒条呢，就是不是很这个炫硕，就是就不是很广的，只不过是如何这个修持如波罗蜜多的这种修法，就是如菩萨心论里面主要这个光讲这个这个菩提心是如何这个修持，就是修炼的方法呢，就是在如菩萨心论里面讲了。然后那个这个学记论当中呢，就是引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校正，就是引用了很多的这个校正，然后呢就是已经这个宣讲了菩萨戒的这个功德啊，就是然后这个如火速火啊，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讲的也比较广啊。再加上是我们一般那个别解脱戒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萨道因王，不管是哪一个戒律的话呢，就是他的基是什么，家性是什么，娱乐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就是这个四个质分呢，就是每一个的就是讲的比较这个清楚。然后那个菩萨戒的话呢，就是像那个基啊、依乐啊，然后那个家性和究竟的这些质分呢，就是这个跟上求照的那个如菩萨心论大疏里面，就是有这个有所这个宣讲，就是有这个宣讲。然后呢那个就是学记论里面应用的有些佛经当中呢，就是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这个详细看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这个算得出来，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不像那个戒律一样的，就是戒律里面别解脱戒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律师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就是讲的这个比较这个细致，很多这个律段当中也是这些就比较明显，但菩萨大乘的众的论点当中呢，就是这些都是不是很这个明显的，就是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昨天我们把这个每一个智慧那一啦，就是这些都是没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讲，但基本上是这个知道。有些呢就是可能这个就是马上这个信次这种教战性的时候呢，就是别人这个知道啊，在这个时候跟那个别解脱戒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因此呢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十四条
戒也好，就是四条戒也好，就是这个既然我们已经受了这个戒律的话呢，就看看自己这个违反了没有，就是就像现在实践人的角度来讲，是他这个入当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当愿呢，就是必须要遵守的哪一些这个戒律，就是这一点呢，就是也必须要知道的一件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从此以后呢，你是这种这个身份的人，就是从此以后呢，你是这种增减的人，这样的话呢，自己连这个学处呢不懂，就让自己都是一点没有观察的话，那确实是这个没有政治真念的人。稍微有政治真念的人的话呢，你既然就是在上师面前已经受了这个菩萨戒，那么就是以后呢，就是自己到底这个菩萨戒就是坏了没有？菩萨戒坏的时候呢，马上觉得啊，我今天就是肯定没有什么可说的，肯定就是坏了这个菩萨戒，一定要这个一方面就是为了就是他亲近他的依宿国，一定要这个忏悔；另一方面呢，从斗嘴当中马上就是获得恢复，马上这个在其他的上师面前就是啊，今天这个我有菩萨戒坏了，就是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上师给我穿个菩萨戒？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上师也生气，厌烦心，这么坏的弟子，天天的坏菩萨戒。但是呢，就是幸好那个佛陀的话呢，就是可能没有执着，就是每天都是在佛像面前，佛陀老人家，今天我又干了一个坏事，然后我今天又干了一个坏事，就是整天都是应该这个什么时候这个自己这个如果这个真是那个犯了这个菩萨根本戒的话呢，就马上去这个忏悔，就是马上去忏悔。自己有能力的话呢，就是当然得14条就是18条戒呢，就是全部这个疏忽，就是这是这个很重要的。如果自己的根基呢，就是还真是没有到达的话呢，最起码也是我还是要这个疏忽这个这4条这个拜法，就是四条这个戒律，一定要这个就是我们以前那个什么，就是刚刚的大概是77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每一个藏民都是要这个唱什么三大戒我八相注意，就是所以这个每一个牧民都是要这个唱，就是必须要唱，就如果你唱不到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参加开会，不能参加开会的话呢，每天都是给你扣分，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真是我们自己有一个简单的这个戒条，全部复杂的非常的这个细微的话呢，就是昨天我们这个所讲的这个什么这个六个这个恶作罪啊，就是这些全部要这个能背诵的话呢，就是可能有些人的根基不行，就是这一点困难，但是有些老年人的话呢，就是你是这个到了这个学院以后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以后主要受什么呢？不是这个拉一个红本本，拉一个红本本需要的话呢，这个的我们以后也是受菩萨戒，就是这个马上那个给你这个给一个受菩萨戒的那个。但是我们很多人是在那个佛像面前受的，应该是这个全面罗宽的时候，就释迦牟尼佛吧，就是应该是我是在谁哪里受菩萨戒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你哪里是很多人可能不承认，就是你是这个可能假的那个修行人后来就是我们就通过校正来给他引证，就是这个菩萨戒是可以在佛像面前说，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佛像面前我是说菩萨戒的，这样那个就是如果办个那个什么这个菩萨戒的戒本啊，就这些都是我像是容易，但是这个戒本呢，一方面也不是这个很关键，就是看我们相续当中真的这个生气过没有这个菩萨戒，如果生气菩萨戒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戒本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如果这个相续当中呢菩萨戒没有的话呢，就是那这个金子做的那个这个菩萨戒的戒本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这个事宜，因此呢现在的很多修行呢，就是变成这个心想上，就是我看很多人的以前说是受了这个菩萨戒，但是这个菩萨戒呢到底这个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的话，是谁的这个说不出来，就是所以看看你相续当中真的得过没有这个到底菩提心呢？这方面就是大家还是要问一问希望我们这个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是大家都知道菩提心的本体。我前一段时间也讲了，就是那个贤光庄严论里面说是这个发心为你他欲求这个菩提果，就这两句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背诵，但这个疑问的话呢，可能有发生疑德和轮海疑德和还那个我一千疑德可能都不太很相同的，但是我现在呢就是像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大乘菩提这大乘菩萨的话呢，应该要就是懂得这个我们这个发了什么样的心，就是这个发心为你他欲求菩提果就是这个大家都是一定要能背诵，就是这个
是菩提心的本体，就是也就是做发心的本体，发心就是为了利益他众，让众生呢就是获得富果。就是方方如意宝也是课堂上可能是一反反复复的已经这个再三的讲，因此上师如意宝又是再三的重复的讲的话，那说明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重要，害怕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呢记忆不好，就是经常这个遗忘，就是所以呢这个发心利他就是发心这个为利他欲求菩提果，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有这么一条这个戒律，就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原菩提心也是在包括在里面，新菩提心也是包括里面，它的本体就是这样的。然后从这个它的分类方面呢再可以分很多很多的，就是可以分的。因此呢菩提心的这个法门的话呢非常这个广的，如果我们这个广说的话呢当然这个需要很长时间，但是简单起来的话呢就是也很容易就是所谓的这个发心呢在自相续当中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泥塔这个欲求菩提的这个过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就是始终这个首先就是你这个发这样的誓愿有没有，有的话呢就是后来毁坏过没有，毁坏过的话呢你重新这个赎过没有，如果重新赎子的话呢不管是别人怎么样这个说，你既然是一个既是一个凡夫这个具有一切束缚的人，但是你的相续当中呢还是增宝菩提心是已经这个具足的，这就是我想所谓的这个窍诀。我在这里呢就是也可以说一方面呢就是我对这个理论也非常重视的，就是像很多人这个讲经说法就这些人呢就是我非常这个重视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不仅仅是理论和磕头上，就是一定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还是要修持没有这个修持的话呢你这个生老死病的痛苦遇到的时候呢就是跟那个世间的一般的这个文学家和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了，就是理论上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三藏这个十二部的全部能这个背诵的这个对就是很好，也实际上在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啊和菩提心没有升起来的话呢就是也意义不是很大，当然有很大的功德，就是功德肯定有的，就并不是说是没有功德，比如说我们念珠语啊转经轮啊转贪嗔啊然后是平常这个诵经呢这些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但是菩提心没有摄受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我们不是这个大乘的修行人，就这个呢以前也是给大家再三的讲了。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经常要思维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菩提心，另一个呢就是看破经世，作为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对这个经世的很多这个说施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实际上再加上呢就是要这个观无常就观无常，就是我觉得从这个先宗方面的所有的这个经论的这个意义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有这么三个这个窍诀吧，就是所谓的这个窍诀的话呢一方面在自相续当中真的有利他的这个菩提心，然后呢作为我们一个修行人的话跟世间人就是完全不相同的，应该对这个精神的这个什么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好财产也好那么这个什么这个精神的一切这个措施和利益呢就是不太需求的，就是应该能看破这个精神，看破精神的范方面呢就是具有这个处理心呢就是处理心呢就是处理心和这个看破世间呢就是它是那个相对应的，可以说如果这个能看破精神的话那就是处理心自然而然这个升起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呢就是观这个无常，就像扎盖山法就是还有那个修行如梦当中所讲到的这种这个观这个无常，观无常的话呢在这个你在这个苦这个社会当这个也可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苦也可以乐也可以，然后这个身体健康也可以这个生病也可以，在你的这个相续当中有一份这个菩提心的话呢我觉得你修行不好也可以，你修行好也可以，修行不好好像天天都是你什么这个本尊也现不出了什么这个把握都是没有的话呢，但是你临死的时候在自相续当中具有一个菩提心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这个已经可以了，就是讲哎呀菩提心啊，就是我们讲好的同时呢有时候还是要一种这个事修在里面，就是全部讲在理论方面的话呢也是不行的，然后这个离开了理论的这个实修呢也是不可靠的，就是有些人呢现在那个起码呀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年轻人这个出家以后的话呢就是最起码也是还是两三年五六年当中呢就是对这个经论的研究文思很重要没有这个大好这个基础之前呢就是最初的时候都是开始这个修行呢就是修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次第，实经论是在那个这个居士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有一定的次第，就是这方面也应该这个注意不要多入两边下面我们继续讲吧就是下面是这个昨天所讲的里面有一个就是昨天这个恶作罪里面吧，就是昨天恶作罪里面具有善行无不善这个呢在藏文当中也是
他是这样的一个颂词，就这个稍微可能难懂一点，但他的意思呢，比如说这个具有这个慈悲心的一些菩萨的话呢，就是，就如果你没有这个不制止，就是没有这个制止，就是别人的这种恶性，就是本来呢，就是在菩萨称当中是，这个身体和语言的这个七种这个罪业吧，就是身体和语言的这个七种罪业，如果是对众生有理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开虚的。但是呢，就是对众生有理的情况下，也是你没有这个性子。或者呢，就是别人的这种这个恶作，别人的这种恶行的话呢，你有能力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没有这个制止的话呢，就是也是恶作罪，就是应该从那个这个意思方面来这个讲吧。就是听说那个伊西盆祖堪布也是那个足相戒头里面，就是这些恶作罪都有这个戒示，因此你们方便的时候也是应该这个看一看，就是其他呢可能就是昨天所讲的里面就是没有什么不懂的，就今天呢就是讲那个菩萨戒呢，就是有三个。这个大戒律里面，就是第一个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是第二个，就是色即三法戒。色即三法戒呢，就是分一个中义和论素啊，就是中义和那个相素。如你入法修持若波罗蜜多，就是前面我们这个这个色三法界，就是色三法界的话呢，就是修持这个入波罗蜜多。入波罗蜜多里面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三法都已经这个具足了，就是具足了。因此呢，就是修持入波罗蜜多呢，就是分这个七个方面，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法相。第一个发现就是波罗蜜多的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具足是具有四种头发的如睹所色的一切三性的相应性，就是这个如波罗蜜多呢，就是按照如菩萨行论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这经里不是这个外表上这个安立的，就是应该在这个性上面，就是然后这种这个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具有四种头发，就是每一个波罗蜜多的是有这种这个四种头发。远离六度各自自为品，就是第一个特法呢，就是远离这个六度的各自的这个为品。比如说这个刺这个不是的话呢，就是它的为品是临舍的，然后那个刺戒的话就是它的为品是那个犯戒，安忍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为品呢就是三嗔恨心当当，就是就要摧毁就是自己的这个六度各自的这个为品，就是这是就是它的一种这个特点。然后以三轮体空的智慧色泽，就是那么所谓的六度呢，就是并不是用这个心想上，实际上最具体的六度呢，就像这个如众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最后呢，就是不是也是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来这个色泽，此界也是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来这个色泽，就是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具有满足他种意愿的这个作用，就是他这个满足这个其他意愿的这个作用，就是其他众生的这个意愿的作用。这是主要是这个从布施的角度来讲的吧。布施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能满足这个众生的这个意愿。实际上次戒呢，就是也应该有这种这个功德，就是但这个呢，就是在那个《金刚庄论》里面就是有这个广说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成熟三菩提果，就是成熟这个。这个三种这个菩提的果位，就是这个是这个第四个。那么这个下面呢，就是讲一个《金刚庄严论》当中，《金刚庄严论》就是现在那个唐僧翻译的呢，就是《大乘庄严经论》。实际上这个《金刚庄严论》的话呢，就是其他的有些译本当中也是这个说的是《金刚庄严论》，但是《大乘庄严经论》的话呢，就是也是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们应用的时候可能有两种都有，就是以前也是有两种的，就是一些译本当中都有。他这里这个怀布施为位品呢，具有无量者圆满住所愿，就是这个具有无量者呢，就是他这里讲的这个三轮体空吧。然后呢，这个圆满住所欲，就是指的是满足一切众生的意愿。成熟众生善，就是成熟这个众生，就是获得这个三种菩提，就是可能这个善呢，就是三菩提的意思，不是三种特点吧。神语的格夺均可以此类推啊，就是其他的这个都，这是主要讲这个布施度。那么这个《金刚庄论》当中就有广说的，就是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每一个度呢，就是具有这种这个特点，就是因此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口头上说是卢波罗蜜多，卢波罗蜜多，但是这个卢波罗蜜多呢，就是到底这个居住什么样的这个法相，居住什么样的特点，就是尤其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就也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继承人呢，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所做的这个弥勒无论呢，就是没有人这个重视，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这个按理来说的话呢，真正
正这个佛陀的我是这样这个信仰的，就是佛陀的这个究竟秘密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广大的经典就是特别特别多的，就是然后呢就是究竟的这些秘密呢，就是像弥勒菩萨和文殊菩萨和月称菩萨、五祖菩萨、龙母菩萨，他们呢就是获得了这个究竟的秘密，然后他们的这个论点就是不闻思的话呢，就是觉得真的有点这个遗憾，就是所以呢我像光是我们这个讲那个比如说这个金刚经啊，这些有很大的这个功德，但是这个佛陀的这个秘密呢，并不是这个出于在这个一两部经典，就是应该是这个何来的这个大乘这个论思呢，就是完全把这个第二转法论和三转法论的这个教义呢，就是借此这个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文思呢，就是非常重要，就是不说这个其他的广大的这些法门吧，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讲那个如来藏这个事后论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有这个通感，以前呢我们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如来藏呢，就是应该这个很好懂，但实际上呢，如来藏就是真的这个不好动，就是如来藏呢，就是在众生的相续当中如何具足的话呢，一方面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是这个前世何时存在的道理呢，很多人也是会这个深信不疑的，就是因为如来藏这个已经成立的话呢，就是众生呢并不是这个很容易这个断灭的，就是所以这个复兴呢，就是通过校正离证来成立的话呢，就是这一点就是对现代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可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呢就是没有这个弥勒无论的这种这个传统，因此希望呢在这个三智圣明见这个听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我们这个报信论也好，现在这个如来时候论也好，就是前面的两个这个编发发心论和编中辩论呢，就是我们这个将近说法的过程当中也是依靠这个护法神和上师诸佛菩萨的架子，就是没有遇到这个什么样任何这个违缘和困难，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都已经这个圆满，就是这种传承因此呢你们也是不要看着就是这一点事情呢，就是可能不是每天上师如意宝都是每天都是在讲，但是真正你去这个思维的话呢，就是上师如意宝如果在国外就真的这个听一天课的这个费用的话，可能我们也是这个叫不起，就是然后呢就这种这个就人呢就是往往都是在自己这个身边就真是有这个很难以这个得到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珍贵，就是一旦这个失去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特别这个上进，就是有这种这个感觉，因此呢我们这个现在这样的这个文思修行的这种这个快乐呢，就是可能现在就是很多人都不一定能这个知道，就是然后到时候就是回在以后呢，你在这个红尘当中啊，以后呢就是已经这个失去了这种机会的时候，当时想我这个原来这个弥勒无论这个求学的时候呢，这种这个生活是真是很快乐的，虽然呢当时是身体有点不好啊，就是当时还是有一些这个违缘，但是呢还是这时候这个很快乐的，现在就是特别特别痛苦啊，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因此现在在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应该这个紧紧的就是要得到就是上师每天所讲的这些道理，就是接下来过后呢，我们这里有些金刚道友特别特别亲近，有些金刚道友的话呢，反正上师讲完课以后呢，就是这个根本不值得是这个一个值得重视的这个事情，好像那个根本就是不管他，但这一点呢就是是不是有点这个可惜，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想一想，来到这里的目的一致这个法王如意宝来人家像这样的这个大善知识的话，那就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这个一句这个金刚句也是很有这个价值的，就是应该那个就是还是上师如意宝这个所讲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接下来过后的是好好的这个在自己这个笔记上这个抄的话，每天的字也算是不管是甚至这个开玩笑以上的话呢，就是都讲了一些这个教养，上师年轻的时候求学的时候呢，就是所讲的这些这个公案和有些这个经历呢，现在也是在这个全部是这个记忆犹新的，我们这个可能以后呢就是会不会这样的，就是凡是我在那边待了很多年，但当时上师讲的什么呢都是一种迷迷糊糊的话呢，就是倒是你也是这个色素弟子的时候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上师你的在拉中去学的时候的好像有点迷迷糊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可不可以迷迷糊糊都过去了，这时候你都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原来是这样的，梵语里面是这样讲的，下面是第二个是定义，就是梵语当中波罗蜜多就是巴拉摩达，就是这个咱们那个直接印度语的话呢就稍微有一点差别，就是巴拉摩达就是有这个，但是呢以前那个很多这个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像那个鸠摩罗什和那个唐僧呢就是都翻译的是波罗蜜多，就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呢一般来讲那个鸠摩罗什呢就是人们都称为是这个迁移然后就是就像我们这个藏族遗传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传承方面也是这个罗钦仁钦宗一生呢就是迁移，就是以后呢就是叫做这个赫耶，所以这个在汉地的历史上也是鸠摩罗什的这个所翻译的这些译文呢就是叫做是那
那个迁移。然后这个唐僧这个说译的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贺爷。那后来呢，就是法尊法师的这个说翻译呢，就是比这个以前呢，就是稍微懂一点，就是然后这个贺爷的贺爷吧。那我想这个这个后来的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就是可能很多人们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越旺盛。然后后来的这个译文的话呢，就是可能更加这个移动。梵语呢，就是波罗蜜多当中这个其中是波罗呢，就是意义是彼岸的意思，蜜多呢就是去之的意思，也就是说是达到这个神果世界也神也一切法的这个彼岸，就是即使波罗蜜多，就是它波罗蜜多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神果这个世间的一切这个学问，神果这个所有的一些小乘的这个学问，达到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这种彼岸，就是解脱的这个彼岸，就是所以叫这个波罗蜜多。然后巴扎摩达就是在入中论三界密疏里面呢，就是还是这个就是讲的特别广，就是前面就是分类啊，就是分类是这样的，六度这个每一度呢，就是都可以分六种，就共有三十六，这个三十六种分类的话呢，就是显广庄严的著述里面呢，就是比较广，就是每一个六度呢，就是分六个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布施呢，就是也分那个六个，就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前面这个文化规律里面也是简单的提过一些，给予他种布施，不染为贫的次节，人鸟苦心之黯然，具有善心，心为这个叫做静静，一心专注利他为静力，三轮提供为智慧，现广庄严就只是现广庄严当中有这样，有彼等别别，皆是是等六，古皮加修行流流入经诵。这个大概才认识，对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讲这个四家心的时候呢，就是讲的比较这个广，就是跟前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相关专栏里面就是讲这个四家心吧，就是这个终结文的是前面第一篇当中也是有。就是下面就是讲这个定数，就是讲定数。定数呢，就是菩萨界的一切所修均可包括在三学中，观待三学的决定为六度。因为前三度呢，就是分别为是因体所数，就是三方面呢，所以这个界学当中，就是三学里面六度是前三者是这样的。然后第五金律度呢，就是包括在这个定学当中，第六智慧度呢，就是设于在这个慧学里面，就是这个我们那天大圆满这个清净学习大书里面也讲过，精进度是三学的主板，因此金光专论当中这样说的，观待三学所佛成所六度，前三素戒学合而归二种，一则三助缘，就是它一则是这个精进，就精进呢就是这个三学的助缘。然后这个次序为什么是不是在前面这个智慧度呢？后面呢？这是这个因果和生理粗细的确定，六度之顺序就是它是这个也有这个生理的差别，也有粗细的差别，也有这个因果的差别。金光庄严当中云呢，以前二圣和存在念数故，就是他那个就是这个不是和次界比起来的话呢，就是次界这个属性，次界和安忍这个比起来的话呢，安忍这个素生就是，然后那个安忍和还这个智慧啊，就是这。一个很殊胜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听说是可能学了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戒律吧，就是然后他就抛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上师的不高兴，就是让他给这个地上师回答，我在这个无名佛学院，我现在求学可不可以？上师，我住在这里。让上师特别不高兴，你这个戒律的还没有学好，就是你这个戒律的还没有学好，你是真是很坏，就是说完以后把电话撂了。然后那个我的心里面想，这个十多年当中这个学戒律就是还没有学好的话呢，就是呢什么时候这个学呢，就是应该禅定呢智慧啊，就是戒律是实际上是那个不是过后呢就是戒律，戒律过后呢就是安忍，安忍过后呢就是那这个精进和禅定这个智慧，所以还有很多这个没有学的，就是十多年没有这个学戒律的话呢，还后面的这些书生的话什么时候这个学好呢，就是那这个戒律也十年多，然后那个不是要十年多，这样的话是短暂的人生当中，就是这个戒律呢一方面就是非常重要，一切功德的基础，但是呢你这个开着的有些基本道理就是懂了以后呢，不能这个一辈子都是一致这个学这个律，就是应该在这个其他的有些修行，就尤其是这个挑夫，就是像这个安忍啊，就是有些这方面挑夫烦恼方面的这个学问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这个学，不然后面的这是像这个经律啊，然后这个智慧啊，就是安忍啊，这些比起来的话呢，就是戒律是比较这个低劣的，就是也是一种这个修法，所以它前面呢就是这个作为这个因，比如说那个不是过后呢，就是这个戒波罗蜜多就是可以成立的，然后那个存在这个素就是素也，还有呢就是畜
粗大，就是粗大这个细之故，就前面这个不实呢就是比较这个粗，然后那个戒律呢比较细，戒律和安忍这个比起来的话呢，安忍是比较细的，就是它这个卢波罗蜜多呢就是有这种次第，所比当次第，就是这是那个就是我这个他们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的，应该就是这样的，不能就是这个智慧呢就是在前面，不实呢就是在后面，就是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金刚庄论当中呢，就是它那个每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卢毒啊、四四啊，就这些的字，它的这个次第就是非常这个重视，就是为什么是这个第一这个不是波罗蜜多呢？就是放在这个前面，就是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就是所以呢，就这些呢，就是在这个文思的时候，就是它还是这个一定要动的。第六个这个修法吧，就是修法的话呢，就是金刚庄论当中也这样讲的：无拘之不是不贪世间劫，一切皆安忍功德愿尽尽，及女废物舍智慧俱方便，以此当六度智者真实修啊。就是这个应该动吧，就是我现在一一的介绍，可能有点困难，就是直接接下去。这一切均具足六度速生的摄修，所谓这个六速生呢，就第一个这个他那个六度的话呢，就是他具足这个六种这个速生，就是六种这个速生。一个呢就是所以这个速生具足菩提心的速生，然后这个诸法诸法呢就是这个速生，还有信一切事的这个速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所谓这个速生，就是所谓这个速生呢，就是指的是为你以一切这个有情而奉行。第四个呢就是方便这个速生，以三轮提供智慧所摄摄。第五个回向速生，回向速生的话呢就回向这个无上菩提。一般我们这个小乘的一些修法当中呢，就是这六种速生根本不具足的，因此我们这个大乘这个修法当中呢就是具足这些六度这个速生的。勤谨这个速生呢，就是真实对治二藏的这个二藏而行，就是具足这些功德。然后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功德这个分六个方面，就是功德吧，就是六度功德，六度分别的功德，所缘广大，法性清净，然后总有作用广大，国宝无尽，就是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功德。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心慈大乘卢波罗蜜多的话呢，它这个所缘就是非常广大的，就是它这个愿意一切众生的，然后它这个法性呢就是很清净的，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这个染污啊，就是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染污。它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意义呢也是广大的，就是它最后成熟的时候呢，不是这个自利的一种这个寂灭的过问。然后它的国宝呢就是无边无尽的，就是端出一切有漏的这种就是一切有漏的这种染污，就是因此呢就是它具有这个四种这个大的这个功德和特点。毗论有影光大于清净，光溢于无尽，当指不实等一切四功德一切四功德。然后修行治国呢，帮忙论当中这样讲的，就实数用戒乐，就是他那个数不实的话呢，就是最后这个数用圆满。然后这个数字戒乐的话呢，就是寂静当中这个快乐，就是安忍这个光泽精微安忍的话呢，就是这个精神这个庄严，就是然后那个相貌端严。然后精进的话呢，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威力威风。禅定呢，就是具有这个寂静的性。智慧呢，就是获得解脱，这个是它的这个过吧，就是暂时的。但是我们这个人间的，就是人间和这个众生相的话呢，就是有这些这个过。流毒也包括在二次念中，《金光庄严论》云：“十劫来复得。”三度速二则，第五也智慧，就是这个实际上卢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二字量当中这个也是这个圆满的。因此通过积累二字量获得二生四究竟之过位，就是刚才前面是这个暂时的过位，究竟的过位的话呢，就是通过二字量就是获得这个究竟的这个佛的色身和法身二生。八万人当中就是这样运的，就是八万人当中说一切佛色身从佛的这个字量生的，就是佛的这个色身，就是报身和化身呢，就是从这个佛的增量而这个产生的。然后这个达王佛法身，就是他这个报门论当中，就是这个龙母菩萨呢，就是对这个乐心王说，就是大王啊，就是你知道这个佛的法身呢，就是应该是由这个智慧增量而生的就是由智慧增量而生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Thank you.
Oh,